冲个藕粉啊。这个藕粉的话是粉末状啊，一定要加冷水稀释啊。把它稀释成牛奶状，然后加入滚烫的开水啊。里面有好多坚果啊。如果你们没有冲好的话，就把它放锅里面回一下，知道吧？一定放到锅里面回一下啊。再加入一点点水。或者是你们不会冲的话，仔细去阅读一下那个瓶子上面的使用方法哦。搅拌成这样就好了啊。